随着巴以冲突持续升级，其外溢效应已导致多国仇恨犯罪激增，恐袭风险上升。当务之急是加沙地区尽快实现停火，避免中东局势滑向更加危险的境地。我们将继续携手各方，全面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，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，共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。